今天我是陪北京来的老朋友出去玩啊，现在早上6点多钟，走吧，咱们出发吧。啊，我们准备赶8点的这个轮渡，然后现在还提前40-50分钟吧。天气今天非常的好。离开船还有15分钟，现在我们上船啊，去温哥华岛。那边那辆轮渡正出发，我们这个再过10分钟也开船了。Hello。然后我们几个呢，在船上转了一圈，看了一下船上都有什么办公室啊、读书间啊、游戏室啊、小商店什么的。现在我们走到阳光甲板，这边就去温哥华岛，啊，维多利亚的比较厚的云在温哥华这边，然后到那边就蓝天了。这段景色非常好，天气好，所有的人都上到甲板上来了。两只游轮相互的这个鸣笛致意一下，你好，你好，你吃了吗？你吃了吗？现在呢，我让我的哥们儿帮我拿着这个相机，所以我双手解放了。其实这景实在有点太好了，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会儿还是乌云，到这块呢就景色非常好。今天运气好在于维多利亚也是这个天儿，待会儿我带他们去维多利亚几个我之前去过景色也非常好的地儿，之前来都没这么好的天儿，所以今天观众也一饱眼福，因为天气太好了。现在呢，我们回车啊，然后就要上岛继续前进了。马上就要到温哥华岛了，现在整个船呢正在靠岸，那边就是码头。我们现在去非常有名的布查特花园看一看。整个不让飞无人机，说这个空气是香甜的，应该是说的布查特花园，因为进来你就闻到扑鼻的各种花的香味。这个室内的透明窗户里边就种了非常多的各种的鲜花。这边是一个 visitor book， 然后游客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边厚厚的特别大的一本书上面。窗户弄得很漂亮，下边有很多漂亮的花，这边一层一层的也很漂亮，跟那个房子点缀的也很漂亮。然后这个是布查特花园里边的一个船的游览，就坐船的游览，45分钟。刚刚那个老先生呢处理的慢了点，机器直接死机了，耽误到我们坐15分钟之后的一班。但这个 boat tour 呢是要在每年的5到10月份才会有，可以用这个 boat tour 看到一些水上才能走的路线才能看到的景色啊，我也没看过，所以带大家看一下。Before we begin our trip today, you will notice our life jackets. 坐在这个船长的旁边的位置，现在我们去海湾里边绕一圈，
然后呢，他跟我们交代了一些安全注意事项，船里边有足够的救生的设备，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边也都没有用到这些设备，所以是安全的，希望今天也不会用上。啊，现在水下边这一朵一朵跟花似的白色的都是水母，就在这个水的下边。It's just like an egg in the water, and that one will sting you, and it grows to be very large. We get some. 船长也问我们都来自于哪里，有来自于温哥华的，有来自于加拿大附近的地区的，也有对面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然后大家都说今天天气非常的好。然后我身边的小姑娘问呢，今天会不会看着海豹啊？船长就告诉我们说，啊，水里边冒个小头的就是海豹，今天有比较大的概率会看见海豹。这是1911几年的样子，这是码头现在的样子，以前的样子。现在的样子，以前的样子，现在的样子。Hello， 这边这个海滩呢是一个公共的海滩，所以虽然很小，但是一些人们会把车停在附近，走过来，在这边晒一下太阳。这边这个码头呢是啊有100年的历史了，现在是它现在的样子，曾经是一个繁华的码头，然后上面这些鸟呢，是从南美每年都会飞过来的一种鸟。身后这边呢就是啊可以居住的居民区，因为在这里居住停船是政府是免费的，所以有时候也有一些人住在船上，在这一片海域上面居住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都有。说这一家人就是住在船上，这个丈夫是伐木工人，会在这边工作和挣钱，那一家人呢一年四季都会住在这儿，因为到冬天这个地方也不会很冷。Eagle Ridge is that the owner passed away and the family doesn't know where. 是被遗弃的船，就是船上面已经没有人了，在这放了好几年了都没人要。There are 120 coastal patrol vessels that went up and down the west coast. You drove a steel boat over it. The mine. 连排的别墅大概是50-60万就可以买了下来，但这边靠水的这些好的海景的房子呢就比较贵，因为有码头有船什么的，大概要300-500万啊。It's called Daphne Island, and it's an example of one of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身后这个是个私人的小岛，然后岛上这个一家人呢，他有自己挖井，就有淡水可以喝，然后岛上什么水啊、电啊、互联网啊都有。说这温哥华岛周边有上千个这种私人的小岛。Okay. 那个小木屋也是。政府不收钱，你可以一直免费立在这儿。这是某一家夏天自己盖的一个小木屋，夏天就过来度假。哇，好大呀！啊，这个好大。这些橘色的水母呢，最大能长到1米的直径。然后这些橘色的水母是吃那些白色的水母的。同时，这些橘色的水母是有对人类有害的，它会叮你。你要游泳的时候看到它们就得小心一点。之前我也没来这个餐厅吃过，今天我们不但来这吃上了，而且做了一个靠窗的最好的观景的桌子。夏季在布查特花园里边也安排了日程很满的各种表演，到黄昏晚间这个舞台都会有各种的音乐演奏和演唱的活动在这边进行。这个位置环境我非常喜欢，在一大片草地上面，到黄昏的时候呢天气又比较好啊，很舒适，坐在这儿放松一下。不过今天我们赶不上黄昏这个时间了。
在布查特花园里边呢，他们规定是不能用自拍杆的，所以我的 GoPro 呢，三折的话，他们就认为是自拍杆，我就不能那么拿着。刚刚有人提醒我，不要这么用自拍杆，我就说我没认为这是自拍杆，但是呢，我遵守他的规定，所以我那个三折的 GoPro 呢，就只能一折，折成一个手柄的方式，抓在手里拍就没事了啊。大家来玩的时候注意一下哦。把车停那边了，这是我这次来维多利亚的一个景点，然后我停的最近的一次，因为正好那儿特别点正，有一个好的车位，就走去我们要看的小人国就只有一两分钟的距离。Hello。好看的纹身，奔跑的摩托，不灵不灵的骑自行车。这个位置也有很多旅游的大巴，那差不多是每个小时发车，可以去不同的旅游的景点，比如说我们刚刚去过的布查特花园，在维多利亚市中心也有这种按小时发车的去周边的很多景点玩。维多利亚就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城市就对了。那边是一个叫做 BC 省的 IMAX 的博物馆，那里边有条件非常好的 IMAX 的影厅，然后就会放映一些在电影院看不到的 IMAX 独特版本的特供的影片在里边。那边是维多利亚比较独特的马车会在市区穿行，你看它拐弯的时候就会伸一下左手表示要左拐。这个地方来个好多次了，是 BC 省的省议会大厦，这么一个楼。那 BC 省的政府官员啊，做出一些决策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啊，对吧，都来这儿开会。今天天气再次说是非常的棒，所以你会看到这天跟假的似的。省议会大厦，
喷泉、草地、海边。And this is Victoria.前面还有两位着古装的人站在那儿，我也不知道他干嘛的，咱过去看一眼去。这位大哥在用二胡拉《女人花》这首歌，现在被围观了。一群中国的夏令营的学生点播了一首二泉映月，让他挑战一下，就被更多人围观了。我身后刚才是一位无家可归者，正在打发自己的时间，一边晒太阳，一边在衣服上写字儿。与此同时呢，他的旁边还有一个狗窝，然后一只狗呢，他的狗呢还躺在狗窝里边，也在休息跟晒太阳。他的右手边还放了一个狗的笼子，就是用来跟狗一块儿去别的地方移动的时候，将狗装在里面。而走在维多利亚的最市中心，然后中间靠海的海湾的这块的位置，这块也是维多利亚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除了刚刚你看到这样艺术表演家的那边有一些乐器的演奏啊，这个也很有意思，中文和英文的美术字体的书。是今天维多利亚的最后一站，我带他们来的是我每次来维多利亚都会来的一个靠近海的海滩的区域。这是一个在维多利亚市往南伸出去一块，然后被海围绕的区域，那景色是无敌的好。车子呢可以开到这边来，把车子在那一停，走两步就到海边了。上这边看呢，你看到那边很多的海鸥海鸟，这边呢一大片的饿极了的鸽子在吃东西，往那边有一片呢，远远的我能看见一个红色的灯塔。所以如果你来维多利亚的话，这个地点我写在这儿了，画面上面了，千万不要错过这里。这也不谁，还专门在这支了一个单独的王位。太舒服了。现在是差不多5点钟，有点可惜。这个点如果待到9点左右，那景色又无敌了。天气有点热，去买杯星巴克喝。
这个地方是维多利亚市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没有什么比在大热天喝 Frappuccino 更舒服的了。现在我们开到位于维多利亚附近的一所大学，叫 Royal Road University。 它有一个楼，这个楼是一个城堡的样子。这个城堡为什么有名呢？是如果你看电影漫威的 X 战警的话，里边 X 战警的 X 学校，就 X 教授上课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城堡风格的教学楼里边拍摄的。所以我拧这个 cancel 的钮，上面还动呢，拧拧拧拧，看见没有，还抖呢。哇，刚才自动掉了两块钱出来，我就拿这两块钱买吧。我有朋友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呢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大学，景色不得了了。前面是我说的 X 城堡，然后这是一个小的斜的下坡，一大片草地，再往远处呢是又能看见海，远处还有远处非常高的雪山。这个就是我说的拍摄 X 战警的这个城堡的位置，是学校的一栋楼。我今天过来呢，应该所有的漫威的超级英雄在这开会呢，乱讲，是应该学校或者是谁谁谁在这做活动呢。所以 X 城堡的 X 学院的这个一楼的这个平台啊，大家正在这喝酒社交和聊天呢。但是你可以看我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很漂亮，因为这边城堡和绿地，这边是很漂亮的一片绿地。现在我们绕到比较近的一个位置，上面很多人哦。哈利 Castle，这条道是城堡刚才正面对的这么一条上去的台阶。你在 Instagram 上搜 Hadley Castle 的话，会发现很多结婚照片，人们都喜欢来这儿，在这个位置拍摄一些夫妻两口子的结婚照片。那这个角度也是拍照片最好的角度。是不是还不错？那这个 Hadley Castle 呢，这个城堡现在就在我的身后。这座城堡呢是1906年一位叫做 James Dunsmuir 的人购买下来这个房产，然后呢邀请著名的设计师将它打造成为一个拥有40个房间、200尺长度和86尺宽度的这么一个主的建筑物。而在之后呢，它被世界更多的人知道，是因为它在1996年开始就在这里承接拍摄了好几部 X-Men 系列的电影，作为 X 教授的学校来作为这么一个场景，在电影当中多次的出现。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漫威最新的一部 Deadpool 也就是死侍的第一部当中，这个城堡的画面也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一次。讲回到历史的话呢，那在1947年这个城堡被作为当时的一个培训用的机构场所来使用。那来到1948年呢，他就被大家所公众知道的是他作为当时 Royal Road 军事学校的一个教学用的建筑物。今天呢，他是这边的 Royal Road University 这个学校的现在的一个建筑物在学校当中。那在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城堡是由将近有100位的花匠来专门的设计和打理。刚才我们看到的城堡前面的和城堡相关的各种花坛呀、
绿地呀、花草树木这些东西。那即便到现在它属于 Royal Road University 这所大学之后呢，学校也专门聘用了五位全职的花匠来每日的打理这个城堡的花草树木，让它呈现出这个古迹应该有的最好的面貌给来这边观看的游客。所以在这个学校读书，如果你又是 X-Men 的粉丝的话，那你真的是近距离的亲密接触X-Men 里边战警 X 学校的真正的最接近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哈利卡索了。9点多钟了，快9点半了，那边太阳快落到海平面以下了，过去看看海上的落日，结束今天一天的来回温哥华岛的旅行。